update 一下状况，我现在已经到了饭店，然后等着我姐接下来接我，很期待看她的反应。羊蹄馄饨，没有。我是在哪儿啊？在妈妈逛街。你。在这儿啊，我发现你香水用完了是吗？我们刚买了一些室内的拖鞋，然后去了屈臣氏买一些牙膏等等的，还有这边一些抹布。update 我们回到饭店了，然后累。等一下想要来这个跟妈妈还有姐姐嗨，好，你觉得台北的第一天怎么样？First day in 台北 weather is very hot 她不太，我姐姐不会讲中文，very heated, very hot. 反正呢 ，same as Malaysia. 反正呢，我们原本就是要去酒吧，然后要去阳明山看夜景，但真的太累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早点回饭店休息。Drink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喝这个 at Whisky yeah, at room. 对，就是在饭店小桌，然后明天有满满的行程。哒哒哒哒。Okay. Bye. See you tomorrow.早餐吃着诸暨